好，现在上场的是捷克选手别列兹纳。别列兹纳是去年世青赛的男单亚军，也是在加成年组比赛以后非常被人所关注的一位年轻选手。温哥华冬奥会获得第十名。2009年的男单世青赛亚军，来自捷克的新秀别列兹纳。别列兹纳在3月30号将度过自己的20岁生日。那么，在新的奥运周期，他将成为捷克男单项目上的中流砥柱。其实，捷克呢也曾经出现过几位优秀的男子单滑选手，比如说别列兹纳的偶像，前捷克的著名的名将这个萨布维奇克，而且呢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捷克的选手涅佩拉曾经连续3年获得这个世锦赛的男单冠军。别列兹纳这名选手的特点呢，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他虽然现在没有上四周，没有去把这个四周练好，但是呢，他的三周跳能力非常强，很稳定，而且加分，因为质量好，所以加分加的特别多。这一点他也很像自己的偶像，这个他的偶像是加拿大的巴特。而且他还有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这名选手的步伐也很强。每一年奥运会结束之后呢，各个国家都会重点培养一些，因为随着这个老将或者说名将的退役，都会涌现出每个国家都会涌现出一些年轻的新秀来。那么别列兹纳呢就是这样，所以呢从刚刚比完的奥运会之后呢，他已经开始参加这个世锦赛，而且因为他也是全国冠军，所以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上将会越来越多的看到他。因为他在世锦赛上拿到了亚军之后呢，已经开始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了。刚才这道动作的编排
阿克萨三州、狗首三州、菲利普三州及后外点兵的三州，也是目前来说男单短节目仅次于有四周跳以外的这个三周跳难度最高的一种编排。在今年屋顶赛上，蔡志华获自己短节目最高分79.60。这一次的成绩，我们来看一下。像这种年轻选手，在有这样的实力之后，81.75，职业生涯当中短节目的最高分。今后他将提高的是他的节目内容分。目前排名第五位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在他之前有高桥、陈美群、如贝尔、小种，然后就到他了。要知道前几位选手可是在今年的这个奥运会比赛当中排名很靠前的几位。